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婆。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留言，想看挖机怎么一把过陈婆婆。OK， 现在就把挖机一把过陈婆婆的视频给大家放出来啊！老师傅技术高超，来放视频给大家看。交叉轴挖机都过不了啊！说分手就分手，头也不回，撒手就走。你说有本事就别回头，活该我现在一个人难受。如果当初我不那么任性，现在会不会多点甜蜜？你迷你的眼神就像当初我的遇见你，我接受了不爱的人，你拥抱了爱你的人。我相信他比我有对你好，那样才会有比较。你给了我一个拥抱，鼓励我以后要相信爱。假如我说不出口，从来过我一定付出我真心。我卖给了不爱的人，你嫁给了爱你的人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交叉轴挖机成这样了，今夜我们来一起喝醉，明天就要各奔东西。要不你在你的手头添几点，对的。交叉轴，交叉轴，要不你挖点土填下子，挖点地里挖点土，你要挖点土填一下不？啊，
牛啊，这个牛，这个牛翘起来干上来。师傅技术还是可以啊，因为怕坏这个履带。啊，陈伯伯经典的 S1 挖机马上就要成功了。挖机都困难，所以要修一下。150的挖机主要是这挖机有点大，这个小挖机可能，不过小挖机也不好上，这大挖机，这么大的挖机可能刚好比较好上，履带比较宽嘛。不知道该怎么上了。哦，翘起来，再检查一下这个履带。还是很有经验的，因为上次给我修路就坏了这个东西，我这里修路坏了，那个爆了个油管，它爆了两台，履带坏了一台，所以这个师傅算是很有经验的，以前给我修路的就不敢来了，因为动不动就坏了。不会坏了吧？坏的话今天就麻烦了，因为我要修路了。法拉利啊，阿斯顿马丁啊，以及 R 要的，应该没错吧？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噻，没坏噻。啊，下午我要修一个，修一次路，坏一个挖机，然后就没人敢来给我修。能不能上？有点难度，不是有难度，是相当有难度。原地挪动啊！这应该没问题，又翘起来了。不动。
面你这个就属于扒了，开始扒。现在就可以开始扒了。当年的点点滴滴，缘分注定是命运，我们从深爱变成那陌生人。亲爱的你好吗，你还记得我吗，还爱着我吗。你看我修次路费多大劲，我在你的城市兜兜转转，电影般的画面再见却是再也不见。亲爱的你好吗，你还记得我吗，还爱着我吗。可以 OK 啊。马上把这个路整平，因为法拉利、兰博基尼、阿斯顿马丁、GT2 他们就要来抢这个车，所以尽量让他们不要擦到底盘什么上车之类的，所以把它抹平。最近一段时间呢，也跑车也可以过来玩，轿跑其实也可以，因为这个路是平的。但是因为夏天下雨嘛，我估计这个路面最多保持个四五天，可能就会冲坏又恢复原来的样子。所以跑车要来玩的最好是这段时间。OK 啊，期待大家的到来。再见。